这病超会钻漏洞，连医师都摸不着头绪。20几岁的一个年轻女生，非常的怕热。新陈代谢科帮她检查的话，奇怪，甲状腺的部分不肿，但是眼睛啊，真的好像大大凸凸的传播，没有看到任何的东西。做了等于是像全身的一个检查，意外发现卵巢就是长了一颗畸胎瘤。开刀完之后，这个畸胎瘤里面长的是甲状腺的组织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